哇，这个地图经典，耶，我还好啦。那图被改很多嘞，哦，也是可这图好像没什么好躲的哦。这样好玩啊？没有吧，那找个地方超好躲的。想这当样初图我很们多可以躲，这样图那很时候多不可是以这里躲是的。第一猫天下吗？那时候第一猫玩这里超屌的，然后公会战场超常遇到的。现在然沼后我们不是那泽时候地貌不第一一样，猫是守在风车那里。这张图现在不一样。这张图的打法是那个现在4号线克伦威尔直冲到对面斜坡。呵呵，哎，大牛，快点！那个路人是怎样？把路他人赶踢掉啊？走了，踢掉。可以直接开始吗？可以耶。哎 大鸟的游戏网都会自己离线哎，伺服器中断。有可能是，我等下等看看，我等下等看看。但很卑微，我打赢他，然后就伺服器中断，傻小。我也来帮，打赢大关键鸟。他进去，他还会那个，他还会再跑一次那一场。我来帮你们开光好了。好，感谢。不好吧？你会被一炮干掉呢。我是马克杯呢。好，等下你会变成第二个我。我们不进攻了。大鸟跟你哦、喔。那你直接挑明了。啊，这样你又被发现，我们就完蛋了。无聊吧，靠呗。怎么大家都跑远？哇，他是谁？小霞，好痛哦、喔！小霞不要 TK 啊！我本来想要往前，还想酸。奇怪，这台车。机炮怎么都射成这样了？哎呦呦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！靠，我是不是被看到了？没有带灯泡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被看到。我跑了，我跑了，我跑了！哦，被看到了！切！不要！小黑，妈，引擎坏掉了，他真的跑不了了，撞他吧，引擎坏掉了，我可以吗？不要，干，15分钟，我怎么都调15分钟了，我没有得晚了，靠呗，哦，你会死光光了，我现在在跑比大鸟快，他70几呢。等下那个青木兵会沿着我们的那个地板上线，然后跟着我们跑。看不到了那个。他没有，他要消失了。那个他看不到。他不是把画质调到最高就会留着。真的吗？敌人他应该不会让你看到吧。会消失啊。是哦。一段时间就会不见。那我觉得他应该留着，这样才真实。你看他在。战争雷霆。战日报名。他留着以后，那个你才可以判断说，哦，有人来过。谁爱读？阿鸟，等我。不要，我好怕、啊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躲在这树里面啊。为什么不躲？因为靠太近就会被看到了、啊。好怀念哦，这以前是风车的时候。然后等一下，勤务兵就开始站点了。我操！那我躲在这应该不会被发现。我靠！那你要逃吗？跑了就被看到了。阿呆被打了。心酸哦！必然一发。刚怎么设定？一发，就一发，小虾飞起来了！啊，吓死我！看，那我现在脱队，我觉得我好怕被发现哦、喔。真炮击很歪、欸，
所以我可以打冬拳吗？好恐怖哦！刚好十分钟要撑，我觉得我们冻没掉啊！哦！笑死！RIP RIP！大鸟，你死定了！以前太边缘了，都没被看到。奇怪，为什么屏幕边没有追到大鸟？因为他停下来打你啊！可是我觉得他跑蛮快的，我觉得应该死吧。少讲话，我就不会死啊！嘿嘿嘿嘿，大鸟好像在蛮边缘的地方。哇！哎呦，明轩，明轩，就知道妈的废物！哇，蛋你！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快打！剩大鸟。不可能啊，十分钟嘞、欸！啊，马克杯，你先要我行踪啊！我操嘞！几杯？我觉得不可能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不可能嘞、欸，十分钟了，我觉得一定会被抓到。我觉得躲猫还是各自分开躲躲好了，比较好。你狂打我！太险了。对，我觉得我时间条那个这张地图好像没有想象那么大，太小了。弄死！真的好躲嘞，有个罗霍罗夫卡、敦根诺夫卡那种，草很多广。那土被移掉了、啊。连那两张都在啊。我觉得最好躲的是皮鞋的。哦，那一场那一场真的。笑什么啦？我们应该打什么啦？应该打鬼分不同房间。太恐怖了！我操！换人当鬼，换人当鬼。哦，换个房间，换个房间。好吧，换个那地图。这几乎比很边缘嘞。宝贝，我刚才想说怕你会赢的，说。你们就不要笑呗。哎呀，闹了两次。东西呀、啊，不要这样讲。我哭。你们笑我就我一定就被晾啊。